那么大家好，我是 Carol 的 Pack。 那么我们继续来玩那个万人 One Story。 那么这个我的智商好像是太低了是吗？这个人家是玩很快就玩完了，可是我呢好可怜呢。可是这关好像很容易的样子，这个如果玩不下去的话就真的太为什么要跳下去？我看你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呢？为什么？哦，不能，所以女生要先走近一点。And she was running away. 为什么她要跑？喂 ，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喂。Oh, fuck you！ 啊，你被我砸死了，惨！啊，喂，你不要跑这么快 ！Stop！ 我会为我的生命，我会付出我的生命来救你的 ！Stop！快啊！哇，妈的，你跑得好快啊！你可以去做奥运选手了。哦，我爱你。Stop！ 喂，你在干嘛？干你！让你停一下会死是吧？我爱你。Without her, I felt heavy like a rock。哎 ，what the？哎，我们的男方现在跳不上来了，我们的男方现在不能跳，因为他说 without her I felt I heavy like a rock， 就是说男方好觉得他自己像一块石头这么重，所以男方现在是跳不动，所以要女方去，女方可以跳动，可是男方不能跳。哇，这游戏真的是太棒了，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是太好了，现在终于可以换男换女了，太好了。喂 no sorry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看到后旁边还有路，我跳太高了，抱歉，真的是太抱歉了啊！我又不小心跳下去了，女生啊，为什么要死这么多次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小心让你死了这么多次，我不懂你不，我一直忘记你高处不胜寒，结果太高了，不是太高了是吧？哦，这关不会太难，这关基本上不会难倒我。哇，两个石头可以推吗？不要跟我讲推不过 ，OK， 很好，推得过。What the fuck？ 这关呢？很明显不是这样。OK， 首先这个推下来嘛，之后再推这个下来。哎呀，我懂了，容易到。哦，有电话，抱歉，有电话，暂停一下。OK， 那么我们的男方现在是不能跳的。然后刚刚我有电话，所以我去接了一下电话。那么男方现在不能跳，我好像死掉了，妈的，不能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OK， 那么。老实说，我刚刚看到好像很容易的样子，可是其实不是。虽然很像很容易，可是其实一点也不容易。每一关都是要用脑的，你懂吗？我根本好像是那种没有脑。哦，我懂了。这里是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只需要推这块石头，再推这块。推这块，哎，这关不会算很难，不会算太难，还算 OK 的。Oh shit！ 不要死，妈的，都不要死！叮，刚刚还说不会太难，结果死掉了。OK， 换女方，
女方要这样子推过来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站在石头上面，你会死的。然后男方的话推下去 ，Yes， and I realize， 我发现了 ，What the fuck？ 哎，你不要玩呢，你以为我很警是吗？现在，哇啦，你以为我？OK， 幸好现在还算 OK 的。哦，视野增大了。哦，如果两个都到，我明白了。如果两个人都到画面的中间的话，他们的视野就会增大。Once we were shadows, now we are light. Trust me. 哇 ，I won't hurt you.天哪，我整个身体鸡皮疙瘩起来了。Not anymore, my dear love. Oh my gosh, no! Out of this world is an endless storm. 哇，我的天哪，这游戏好像有点感动的样子。等等，我们再重新来过。哎，为什么从这里开始？不要！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啊？妈的！不要从这里开始吗？我要看结尾，我要看结尾 ，please。Chapter selection。哦，结尾。Trust me, I won't hurt you.Not anymore, my dear love. 我刚刚明明应该刚刚是要走过去，可是我刚刚不是从这里跳下去，我是不是傻了？哎呀 ，sorry， 重新来过。这是要一个完美的结局。Trust me, I won't hurt you, not anymore, my dear love.知道吗？我为你经过了这么多的困难，这么多的障碍，我还是来到了你面前，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嗨，我爱你哦 ，The end。Bonus mode unlock。One and one story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动的一个游戏，是吗？哇哇，有没有其他的游戏 ？Bonus mode 是怎样？哦 ，Bonus mode 可以两个人一起玩嘞。Bonus mode 的话，女方是 AWD， 男方是上下左右。哦，炸死你！哦，死了。OK， 那么各位啦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游戏啦。那么大家再见，拜拜。One and One Story， 大家再见，拜拜。